how to yodel just like a me. It's easy when you're singing to go. First you take a deep breath, and take your 1, 2, 3. And you'll hear a yodel if you listen close to me. This is how to yodel.无影111说，干在家里看来酒吗？靠。无影111说，真的垃圾。垃圾吗？我都不知道。你看你的已经快那个啥了，已经盈一了，现在快金了。昨天我看他们那些人在吹金，好像就很牛逼的样子。没有人唱起都跟着附和，那动人笑笑容，那香音温暖我心窝。转眼经已过咗廿。无应111说，刚在群里看到说快攻白金了。我操，这么屌吗？但我扫完了一天呢。无应111说，这游戏应该还是快攻上分快。无影111说，不过还是控制可玩性高。对，我现在已经调得差不多了，我这个打得过了。这个都死不掉，我选择上了凤的。听朝阿爸要暴雨下落，无应111说，这个控场蜘蛛也太多了。这不是控场蜘蛛，这是铺场的，他妈的纯铺场的。我现在就改成全 AOE， 我刚刚连胜了好几把，升到银一了。自残了，我操，他妈的蜘蛛都没了，我打就是这么打。What's that noise? Weak will. 这个不要破。
破了他妈攻击很高，操他自残了。无影111说双凤凰就很厉害了，这个 combo 特行，下回是单凤凰好像，操吓我一跳，这直接打 EA 呀，下回一起上。哇他在招这个我操，明月流动我影消瘦，一种是直接这个解，然后凤凰他肯定不会跟我换，他只能送，他出不了场，只能让我看着我揍他。我只出这个，这个可以死，死了我就再这个。这个不想死。我带了两个这个，三个那个云之后，这什么鬼？快速一名友军服务一名友军，你他妈的在逗我吧 ！fuck！ 我这个复活不了。fuck！怎么还有人带这种东西，我日太小了，我还得把它杀了，还差一啊，这个他妈用不出来了。给这两个 combo 的，是我双手轻轻推下你娇羞，用我指法浓然忧愁，踏遍高山低处未曾够，漫长夜我始终不放手。意图要杀我，混蛋！看他有没有办法挡，挡不住他妈的就可以把我的凤凰给吐出来了，还想杀我这个两个东西，我的宝贝又回来了。人沉默是有感，天轻晚来秋，然后默然地发觉恋一世不变旧，年月长未懂可放不可收，我揾星星飘远满山丘，像那天你在旁走，很厉害吧，妈的以前不知道怎么搞他们，比我带那个东西，这蜘蛛太多了。自从我带的那个东西之后，都赢了。无影111说，感觉现在比以前顺滑了不少啊。对啊。下回就都变成凤凰了，下回无所谓，只要这个不被解都一样。双凤凰
我把你打到黄金还给你，我去看看我能不能退款。他妈的，他还把我踩了一个，前情拖了一轮，好烦啊！这个可以过一个洞掉。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无影111说这游戏是不是有王者？没有，好像都到大师哎。我刚刚去看了一下，你的基本上都不能退了。我操！我不知道是他是就一会儿时间可以退，估计是。清点单位。三头鸟，他可以退啊。看高高潮的时候他就啊起来了，这配的音乐很不错。为什么这个没变啊？你是假的吗？为什么他没变啊？这是 bug 吗？ Why？滚上去了，死了，清点位置给我。他妈的，为什么只有一个一啊？我操！我操 ！bug， 绝对是 bug。这个没死啊。杀我，那肯定是可以亲自带我鸟，我把它冻住。怎么还有点子？其他无所谓。估计是想把我那个鸟杀了，看到杀都杀不死，就放弃治疗了。哇，一下子长了这么多，你看，从零分长到呢36，操，长这么多才36啊！这边他妈有十几，这么多，那三把，还要再打两把。无影111说应该是有隐藏分吧，可能是你这个靠胜率高。无影111说最近似乎赢得很多，赢得很多，我基本没输了。这现在就那个时候你们在看的时候一直输的，那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了，改了。这全他妈都是快攻，三个都是快攻，都是快攻很凶的卡，这个不敢留了，这个不敢留了。
这只有打蜘蛛有用，没什么用。对 ，nice， 有这个东西，这个一个就够，这个没用了，打它基本上没机会用。留费留费留费，这个不出，所以我刚刚不留，就是又留费打 AOE。那揍让他揍，先把劫宰了，那下回再来个这个。打到他怀疑人生，刘备，不然现在又被打了六点。是我进攻，所以我可以出这个，下回再出这个。他出完了，刚好下回出他，这个可以快速打。我操，又是这种东西。好烦啊，要是六费八费九费，要不我直接搞这个，看他招个什么，我考虑出这个。我日，出这个出这个出这个，我这个不要了。哎，不对啊，我掉五点血，留下两点的这个东西，剩四点，算省一省，省一省。省一省，省一省，不用这个了。饿啊，机关枪，很烦，然后再跳飞。我下回应该就可以疯狂了。下回是八费，然后也是九费。出这个可以直接下回这个。下回没用，下回是人家的回合。刮一刀，嗯，直接送吗？打的是我吗？我靠！啊，又吃了一刀。跳这个让他变身，下回是反手回合。好，就这个家伙被蓝刃伤害，然后下回整个出去帮忙，可以继续继续。嗯，为什么上一次不会变，这次会变了？
脸会变，脸会变，但不会变，这么诡异、啊。开始这种东西，雪花盛开在风中，是你紧盯风的我，泪光在闪动，一闪一道彩虹。哇，开始搞这个，哎，不对，我这个不该出。哎，我错了，这个不该出。怎么还有两个？这是本身的一个。嗯？好痛啊！我操！我打死这个逼！这太疼了，这吃下去受不了。这应该还是赢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不出了。A new era begins. 好痛。这个留着动它，叫冻住这个就有什么鬼？啥？
then kindle anew. Can see the Nebastian border from here. Safeguard our homes. 拦不住了吧？再招出来，再抓出这个风，然后再动。这个每次都给它动起来就完事了，这两个也上，哦，他不能挡了，他手里肯定是法术了。再雷一轮就没了。哎，我操，无所谓了，无影111说无敌吗？对啊，他这个打过去就是无敌了。好比度日如年，恨天各一方，难与周娟再相见。凉风有伤，秋月无边。有见平桥衰柳，锁寒烟。斜阳独照，那双飞燕。白嫖，无敌。这前锋就赢了。凉风有声，秋月无边。怪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恨天各一方，难与周娟再相见。凉风有声。啊，完了，亏了好多。亏了好多经验值啊。操，直接跳到暗影岛去了。我没亏啊，我操，我以为亏了。你要不要玩扇子吗？要扇子吗？我给你走扇子吗的路线。这个路线是我们已经耿耿有的。都比无影再来一把，应该就是升了。他妈以为爆了，竟然被吞了。这是什么鬼卡住了？这应该是卡不全的。肾的话应该是可以留住的，这个就没用了。肾的话就不用留这个吧，留个。
就是回去。无影111说，等晚上我去仔细学习学习。啊，那我先给你走这条路了，不管你了。你上次就说要学习学习，学到现在还是没学，我以为你又跑了。我操，加一。无影111说，太懒了。无影111说，只想看看。算了，开了。开了可以省很多血。我操，血亏。这怎么还有费啊？这是几费啊？免费。哦，他妈的，他之前有。我他妈的血崩！我操！完了，血崩了！血崩了，血崩了！这他妈费也太低了吧！我操！完了完了，血崩了！啊哈！我好险再来一个雾啊！我后悔打那么早了，我操 ！No。什么鬼东西？加上。等回合。无影111说：“抬走了，没救了。”太糊了，我操！这个没办法，太糊了。64，刚好36分就够。36+6=24，28。刚刚那把只有28。妈的，这个人太古了，我操！无用111说，现在是不是还是不扣分？他可能只是不显示，但其实扣了隐藏分。无影111说，到了黄金才开始扣分啊。他们有说吗？我不知道，我没去研究啊。我不清楚，因为我根本没打过，以前又没有，昨天又没打。无影111说，不知道啊，应该到了一定段位会扣的吧。他可能只是显示的时候不扣，但是实际上扣的，以前英雄联盟也是这样子啊。后悔了，我感觉不应该出，不出的话，我下回就可以出这个了。可能拿错了，那我只能出这个了，下回再出。咦，白死了。竟然不勾，是不会玩吗？现在是6费，
会被加这个七倍。我要刘备来打这个，他应该差不多要开始扑了。七费，再留两费，够了，下回打这个就够了。我操，陀螺呢？那我要留这个了，我要留这个，我留这个受不了，吃不消。不是要杀我？可以开刀这个，但是我不能开。差一点，但下回就是这个废的。不对，我应该把他打死。把鸟给出来吧，但我也不敢上，他应该有解。那这卡都肯定有解，但我怕拒绝，我操！我操，还在 buff。免费能解掉我吗？免费应该解不掉我，免费应该解不掉我。免费应该灌高我。德玛西亚免费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杀的了。不对，我操！这样我就不能出那个了，这样我就不能出这个了，能打出了。打错打错打错！打错打错打错！绝对打错！你是谁？他这个是本田，我记得是。好，不是，是永久了。他又没拉，他又没拉。变一下鸟吧，就这样。那就不用了，先把它触发。先把它触发。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De hecho, China. Quiero bail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Mala, por ahí, yo, chao. Déjame sobrepasar tus zonas.
是说他们这些 B 都有问题。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ay bendito. I can go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Qu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电吧。无影111说：“你的歌单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我很早就这样子啊。山却拥但只一路归何处世界轮回可早迷途方才知不知苦风浪半途归何处夜落直接用这个是什么意思张三四望无声再来此地又一路烛灯夜花原声了吗？还没。细雨散心动。没变吗？你这个为什么掉进去？是他。你的词中。我操！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啊？直到半天什么都有啊，真的是。啪啪全解这回要把他打死操怎么全都是爆发操直接打出来了直接打出来那只能动这个了动完再操动完那就不能操作了送完都下回合都是直接奉还出去就完事了那就不用操作了嗯可以再招一只那全清全清都得死我本来是先打这个的都得死
Let's talk about your tab. 他这个都还没升级，杰都没摸到。没有意义啊，少了一只鸟。我操，竟然升级了，这样也算？ What the fuck？ 你他妈以为这个人会死的？我操！逼我是吧？老子就要全清，一个都不留。来吧，打完应该刚好吃饭了，这五点了，该吃饭了。无影一百一十一说：“家里吃吗？”对啊，家里吃啊。过年肯定是在家里吃啊，到哪里吃？我操！这都不换了。空过无影一百一十一说自己家吃还是去外面吃？家里吃啊。那走，走完我下回跳。我操，他都很烦、啊。你过年不是家里吃吗？丢出去，然后解锁。算了，给他走了。我还是先跳呗。也就是下回是五费。啊！出来了，出来了！我 fuck。准备自杀，准备自杀！这个东西好，妈，这样都还能排到他自杀的环节。没有打伤啊，只有那个毒，只有那个毒标才是啊。我一会儿先用这个。操，也没冰冻。又是一只鸟，我操！我操！过分了、啊！
胡影111说，晚上还来吗？胡影111说，是下卡尔玛。卡尔玛不是的，不知道卡主播不显示，我去看看能不能退，不能退我就不能退，再我自己慢慢玩。那我不能动了，我操，动了又得刚刚换。算了，算了，无影111说，去打几轮论筹码。我不打轮筹，轮筹我不爱玩。无影111说，轮抽集卡很快。不会玩啊，操他妈，这样子结就跟我换了，感觉不亏啊。他下回就是要拉我这个，我就把它动掉就可以了。动掉没费跳这个，要拉我蛋了。就这样，就自残不用了。差一倍啊！玩跳战棋刚好十倍。毒镖来了，我不能出啊，所以我就不能变鸟啊。好尬，又不能直接复制它，就这样被打死了就没了，直接 pass。 哎，那我们直接通过，他直接空过了，哈哈，他在等我出牌，结果空过了。变身，哎，怎么不会变啊？操你妈批的！这个这么垃圾的，我操！很过分，很过分，这个蛋真的垃圾。靠靠靠靠！这样啊。
我打不出去，打不死他，没办法先打死他，还有个顺序啊，后悔。我操，现在都来了，你妈了个臀，啊，把那个剑姬打死，去死，混蛋。檀香释出隐隐香气脆，但人为错在用。这个他妈的太坑了，我操！这真的是坑啊！本回合开始获得，这个他妈的削的太厉害了吧？这真的是垃圾！他妈的还有这种东西、啊？是否记得这一首？复制这个好像是会招出的这个吧，试一下，没试过。这个没试过，试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入场时用其他方法招出来有效，这个应该还是有效。这样就不用变蛋了。略过一个跳，这个我没试过。这什么鬼？温暖我心窝，转眼经已过咗千年咯。红尘落雅也越来越。还好我没弄这个，不然连这个都没了。操！低过住过嘅黎村屋，怀念阿嫲救我嘅姐。竟然还有人带这个东西，我操！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惨羊落，阿爷睇牛要上歌。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让我试一下效果都不行，虽然我知道应该是可以。阿妈寂寞要直到天光，这个换掉。其他都活着，他不来打吗？这肯定要送男送啊。他这什么套路？手掌嘛，可能下回可能会用到冰。打的冰，冰魔。清冬玉树之天带雨雾，虽未见山泉涌，但知一路归何处。世界轮回可以开这个走迷途，方才知不知苦，风露半途归何处，叶落青山人落土，张三四望无声，再来此地又一路，烛灯夜话自人何来，一朝乐一朝苦，细雨散心动，临台风寸山，天然月下星风。
开局杀。溜了溜了溜了，吃饭去了。